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风蛙新一期的部落战视频。现在呢，我有个习惯，发好视频我都会去看评论，因为这样看评论，相当于是与大家有个交流，才能知道大家想对我说什么话。搞留言抽奖活动的原因呢，也在于此。从大家的留言中，我可以感知观众们对视频的想法，所以呢，大家要多多留言。最近看到几条非常有趣，是这么说的：风蛙，你的视频特别有意思，但是呢，我只敢戴着耳机听啊，放着音响怕被我爸妈听见，所以就是说我低俗什么的，那也没关系啊，毕竟咱们聊的也不是黄色，也不是低俗，只是呢，和大家聊聊心里话啊，聊聊天，聊聊地，聊聊宇宙银河系，对不对？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从世界杯聊到鸡罩杯，就是在咱们的视频里呢，什么都能聊啊。其实要聊什么都行，但是一旦聊到爱情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要戴上耳机了。那也没办法啊，说简单点，大家都知道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爱，什么叫做性爱呢？就是男人需要性，女人需要爱啊。你要知道，现在女生都是从偶像剧里学爱情，而男人呢，都是从 A 片里学爱情啊。一个需要浪漫，一个需要真枪实弹。所以男女之间的感情永远都是处于交叉的状态，感情观就容易畸形。究其原因嘛，就是因为对于同一结果，男人一般比女人更要追求时间上的效率啊。所以你看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或者国家领导人，都是男人居多，对吧？一个人能有多大出息，关键看他怎么样对待自己的时间。你和时间的关系就形成了你自己，你让时间更有价值，时间就会让你生命更有价值，对不对？可能有人会有争议，那么你18岁的时候做尝试被骄傲毁了，走着父母铺好的路，到了25岁不肯改变被观念毁了，干着每月固定工资的工作，到30岁不愿拼搏被懒惰毁了，日复一日的观望着别人的成与败，到40岁如临大敌被面子毁了，羡慕着别人的荣华，嫉妒着别人的身价，50岁追悔莫及被顾虑毁了，上有老下有小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60岁坐在摇椅上想一切都晚了。人的一生要么讲究要么将就，如果少年你未老，奋斗吧青春啊，献给所有正在坚持梦想，手拿烧饼喝羊汤，脚踏莲花奔四方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下面让我们进入本期视频的讲解环节。我想这个阵型大家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啊，在我视频中起码在我印象中有出现至少两次以上啊，被我以前各种流派都打过三星。那么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依然在用这个阵呢？我想原因是因为这个阵本身的防守效果还算不错，被三星率呢也是比较低的。在如今没有尝试机会的情况下呢，要三星此阵的难度呢更是提高了一层楼。好，首先我看到这个阵啊，第一眼我就知道用的打这个阵呢最适合的打法就是两石三狗了。然后主攻方向呢我也已经选中在7点到8点的这一块区域，对吧？前戏就从这里进攻。为什么要选两石三狗呢？答案也是非常明显啊，两个防空，一个连弩加一个女王，另外还附加一个吹风机在一条直线上，一旦我的前戏部队跳入这个吹风机所在的区域里面，就能顺利的把两防空一连弩一女王呢全部带走，这样带走的话我两石三狗收尾呢就非常轻松了，对吧？其实呢这个阵有一点摆放的不好啊，
大家摆正的时候呢，切记防空与连弩千万不要一直线，就算你要一直线的话啊，也隔就是隔得远一点。其次就是吹风机和女王啊，一定要分开两边放，你吹风机和女王千万不能放在同一边，这样的话像两十三口前戏啊就一起带走了，带走了这个吹风机就没有它的起不到它的对狗球的限制作用了啊。你像它这个吹风机完全可以放在男王的这边嘛，对吧，对我狗球收尾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主要的思路和大家已经说了，那么下面我们直接进入回放。好，进入回放界面后啊，我们看一下。好，如预先所想的一样，七点八点各下一个石头，后面补进两个法师清边。由于它这一块的外围建筑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法师要尽量分得开一点，争取把外围建筑全部清光，在最后下南王的时候，南王就不会走偏了。好的，此时timing啊，在我第一层外围建筑清的差不多了，一个弹跳放下去，石头就往里面跳了。然后上路的法师把这个箭塔打掉，下箭塔打掉以后，哎呀怎么走进去了，没有把这个兵打掉，没事，我直接再补进一个法师把兵打掉，把兵清得非常的彻底。当我石头跳入第二层攻击这迫击炮的时候，触发他的联盟，触发他的联盟的同时呢，我在这个六点处啊下了一个胖子加两只猪，这里就非常精髓了啊。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多次了，在两十三口前夕的途中，如果有侧翼的防御塔能够攻击到你后续的王部队啊，让王部队提前的开出技能，或者是说没有把预先所想的两防空一连弩清掉的话，一定要事先在其路径的侧翼把他的防御塔给灭掉，就像我这局做的一样。这个箭塔呢明显是对我女王跳入这个电磁塔这里啊会造成一定的伤害的，所以呢我直接一个胖子两头野猪事先下去把这个箭塔给打掉，配合我的前夕部队啊同时进攻。此时边已经清完了，我呢也往蛮王更新去，好的一个闪电把他的联盟给劈掉。劈这个联盟的话，我以前和大家说过啊，是在七点处，然后相隔1.5格左右的距离劈闪电就能把他的女巫给劈掉了，对吧。现在呢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位置也非常好用啊，当你的魔法使用的是第二个闪电的时候，在十点处与女巫相隔一格左右的距离劈下去啊，也能把他的女巫给顺利的给秒掉。与此同时，如果在女巫周围有六级恶魔的话，也能同时秒掉，就像这局的联盟兵一样啊。哎，好的，我的野猪非常给力啊，最后一头野猪还把他的一个对我最后气球巨堆威胁非常大的法师塔给打掉了。好，此时呢他的女王已经被我的小蛮王给砍掉了啊，我十级的小蛮王继续冲着的石头的肉盾作用。好，女王此时把他的连珠射掉，紧接着直接打第二个防空了，漂亮。这局的前戏我做的是非常完美，此时马上我就下狗做那个狗球收尾了。好的，这个狗飞过去的同时呢路过了一个电磁塔啊，所以我感觉这一块防御塔比较多，这里下了三个球，这里下了两个球，这里依旧是哎呦，它的骷髅是全部对空的防空骷髅，但是没有关系啊，我利用我的精致的下兵的操作，对吧，一个个把它防塔全部点掉，然后呢气球呢逐渐的聚堆，在两个防空处呢分别下了两个黄暴辅助气球迅速的清防空。但是感觉好像我的输出有点爆表啊，导致我一个狗没有灭，没有爆炸，这样呢不过还好，因为我是不赢联盟的吧，所以呢时间剩余的比较多啊，在没有尝试机会仅靠脑膜的情况下啊，把它呢顺利的给三星掉了。这局呢我打的也算是比较的行云流水啊，节奏呢非常好，不管是前戏还是狗球收尾，最精髓的地方就是一个胖子加两只猪的清边侧翼防御塔为中路铺垫的
这步操作了。对于那些问我，哎呀，风娃你什么时候能做？自从版本更新后，你做的都是地面流，能不能来一期空军呢？由于呢，这期的对手呢是我比较熟悉的阵型，所以呢，我给这些朋友一个答复啊。结局呢虽然很好看，但是过程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打他的时候我还是脑磨了非常久的时间啊。要看空军流的观众应该已经满足了吧，对吧？鸡大尾巴大尾巴大，鸡大大鸡大尾巴大，斗争不息，命不由天。我们下期再见。以后只要在九游论坛贴、优酷、新浪微博视频下方留言，在最近的 OVA 视频结尾呢会进行抽奖，并各抽取一名幸运观众，奖励30-50元不等的话费充值卡，以回馈观众老爷们对我的支持。进入九游 COC 专区呢，可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本期阵型推荐环节就给大家推荐这个刚才被我三星的这个韩国人摆的这个阵型啊，阵型编号是8706。有些观众可能要问了，你妈坑爹啊，刚被你三星的阵型你还推荐给我们，是要我们也去背三星吗？大家呢请稍安勿躁啊，先别激动，对吧？这个阵型呢确实在我视频里呢出现过很多次，被我三星的记录了，但是依旧有那么多的人用这个阵型，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虽然他被三星的次数多，对吧？但是他不被三星防三星的次数啊也多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看问题要两面的看。好，对于我这个阵型墙里面的这个阵型呢，它的大炸弹的位置摆放的不是很科学啊，大家可以自己的稍微调整一下。这阵型对于防输的效果是非常到位的。好，如果大家对这款一键布阵的软件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的话啊，可以去看一下我54期的操作视频，或者扫描这个二维码。又如果安装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可直接加这个 QQ 咨询群3481763081，对吧？里面有技术人员为大家解决啊。好的，下面就看一下这个阵型的自动摆放呢，也是吧，思密达。才发现你留恋过的篇章永不凋谢，爱过了四季才明白你就是我追随不落的日月。我
曾经多么的无知，我绝对不能失去你，在你的怀里才可以做梦，活得像个孩子。原谅我年少不羁，白石流离心音直，没将的春已飞起，不要让我沉下去。才发现你留恋过的篇章永不凋谢，爱过了四季才明白你就是我追随不落的日月。